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室友 CC。我们今天又在玩这个每周玩的人最多的这个死亡独轮车，对不对？哎，不对不对，我点错了，我们要点这个，然后这种玩的人最多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好久没做了，好像好久吗？哇，最近更新很多，然后两天不更新就是好久了啊。所以啊，这有什么刃剑？太好了，刃剑，谁没玩过刃剑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因为你看，等下，等下，让他好。不对，对不起，好了，我没见了，我输了。好，这局我输，没事没事，这个没事，再来一次。好，所以这个，然后哇，一箭两个，所以没关系。完了完了，我要被弄下去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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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发生什么了？完了，我要掉下去了吗？我把拉上来，我可以把它拉上来。然后我刚才做引体向上，我也做引体向上，对不对？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非常好玩。好，这箭没了，哎呀！我死了，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这其实很简单，哇，你看，perfect，多厉害，多厉害，哇，看这多帅，看这，没什么，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这次要一下打两个，一个吧，一个也可以，其实，好，我们碰到他了，哎呦，完了，他没了，好，我们只有没了，好，其实我们刚可以试一下一箭双雕，但是。我不是这么自信，所以，好，最后两个，最后一个，最难的那个，哦，没关系，其实这个很简单，你看，两箭给他，好，一箭都没有，好，完了，一箭双雕。什么东西啊！这是，再来一次。哇，我给他两个箭了，完了，我没有什么多余的机会了。好，这个扔他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最后扔他啊！为什么这个这么难呢？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没有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又是两箭给他，我觉得两箭花在身上不值。这是我玩过最难的扔箭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。我的天呐！好，哇，两箭给这个男的，一箭双雕，来吧！你看这很明显打中了，我死了！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扔箭东西？这不好玩！哎，一箭双雕，好，我们有多余一次机会了，所以。好，两箭如果扔不到我吃翔，好，赢了。好的，所以扔球也很简单，同样。哇，黄色，哦，我的天，我的眼睛，不玩，什么东西？这是怎么调色的？这小学生艺术家是不是？哇啊，我的眼睛，啊天，这些关卡实在是，这个好多了，黑色，哇，你在干嘛？Safe wife，我们要把老婆救，那个老婆救下来，不要管小孩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直接飞上去，我不管，我谁都不管，那也可以其实，但是我们可以，我们要怎么好？好，我把我老婆救下来了。其实我们一开始可以抓住孩子嘛，对，可以。好，孩子。我太喜欢我孩子，我太喜欢我儿子，是为什么？哇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怎么都这么慢动作，对不对？灌篮高手，灌篮肯定很好玩，随便选一个。哇，没有，为什么我自己进去了？这没有意思，我不想让自己进去。哦，我都。他都没进去，怎么就赢了呢？这太没意思了！翻滚车，这哪里 victory？他根本没有。再来一次，360度。好了，这进了，这真好玩，这真好玩，360度。怎么这么简单？今天这些关，
怎么都这么简单呢？是我太厉害了，是我变厉害了，我觉得应该是我变厉害了。啊 ，Ninja， 什么东西啊 ？Run between the safe zones in order to defeat the ninja. Safe zone， 哇，这样吗 ？Select， 好啊，我们直接走，先走 easy 了，其实。哎，好，这很简单。然后呢？我们要冲过去吗？这很简单吗？啊！啊，我死了。没事，我们直接玩男的会怎么样？哦，我的天，他疯狗一样！哇哇，疯狗！好，啊，开运气！喂！好，好的，我觉得这很简单。再来一次，这次我们玩、还是简单吧，简单比较适合我。啊 ，easy 其实是难的意思。你看我死了，这个就非常简单，没事。你好，啊，啊，他戳到我了，我可以带着他走吗？但是我死了。哪个忍者是这样子的？像疯狗一样到处乱走？就你吗？应该就你吧。啊，这很简单，你看，这很简单。我只要跳就行了。我们死了吗？没有。看，哦，死了。为什么死了之后就这样倒了？我觉得这样应该挺帅的，这样倒的时候。哇，你还过来？什么东西啊？你是？你想干嘛？别过来了好吗？你让我很不舒服。我的天，像疯狗一样这个东西。啊，啊，哇，真恶心，这忍者真恶心。那好，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，然后下期再见，拜拜。